喂，小迪，晚上去青春俱乐部啊？挨骂他们都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不了了。我爸回来了，我约好跟他一起吃饭的。那好吧，那替我跟叔叔办好啊。行，有空来一天啊。好啊。我真的没事儿，不用来检查。不行，这是你爸交给我的任务，必须压着你来做全面检查。他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？你爸表扬你了，说你英勇救人，非常好。切，那是虎父无犬子，我梁大威可是个狠角色。我看你啊，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，这一灿烂就过头了。哎，你说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够不够资格加入你们？就你啊！啊，够呛！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我的实力给你看。很快就有机会了。选拔要开始了？很快。什么时候啊？这是个秘密。秦教官，你呢？就透露一点点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信息保密是干我们这一行最基本的素质。哎，我呢，其实就是想考验一下你。行，基本素质过关，忠诚可靠，给你点个赞。行了吧你，别贫嘴了啊，赶紧走。请坐啊。华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您看我能跟您的家人聊一聊吗？不用了，你就跟我说吧。不是很乐观。你再说具体一点，我能接受。从这个片子上看，可能已经转移到淋巴腺了。那
那可不可以做手术呢？如果做手术，能清除干净吗？是这样的，淋巴腺遍布我们全身每个部位。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您这个转移的时间。如果是病灶问题，我们可以彻底清除。但现在是淋巴系统的问题。您接着说。如果是淋巴系统出了问题，那机会只有5%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说的呢是最坏的情况。如果您转移的时间没那么长，这个癌细胞没有那么迅速地蔓延到淋巴系统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如果我要不做手术的话，还能有多长时间？这个不好说。最短多久？1年。1年的时间。闺女啊，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哇，哇，哇，好香啊！哇塞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澳洲牛肉、法国红酒、官家沙拉。老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一回来就搞这么隆重。来，喝一杯，给我姑娘接风。老爸，人家都是男朋友请女朋友喝酒，咱们家倒好，老爸请女儿喝，咱们俩要不要这么浪漫？来，为了你妈妈。嗯，为了妈妈。嗯。嗯嗯嗯，干了，干了。好好好。嗯，酒量见长啊。尝尝我煎的牛肉，今天这个牛肉好，澳洲雪花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，老爸赞。嗯，好好吃。老爸，嗯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这个日子过得特别无聊呢？就是特别的空虚，特别寂寞，就是觉得特别没劲。那是你太幸福了，生在福中不知福。我听很多人说，青春就是资本，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的时光可以去燃烧。难道这就是青春吗？为什么我觉得除了挥霍就是挥霍呢？傻姑娘，青春不只是燃烧时间，还得燃烧自己啊。你把自己的激情全部点燃，那才叫过瘾，那才叫热血青年呢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好像找不到那种激情？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找到自己热爱的、愿意付出一切的事业。老爸，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燃烧过自己的激情？当然了，为了我爱的人付出一切，那是一种幸福啊，无怨无悔的幸福。为了自己的爱？嗯。是指我妈妈吗？我这一辈子只爱你妈一个人。那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他在一起啊？闺女啊，这人这感情其实是很复杂的，不一定得到就是最幸福的，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爱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来，为了爱我们干一杯。为了爱干杯。吃完以后陪我去打拳吧。好啊，我陪你。变化要随心所欲，你不能让对方看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。站稳了，站稳了，出拳要有力。解放孩子感觉怎么样？嗯，青春联盟，一群自以为是的小屁孩。别小看这帮孩子，说不定啊，今后他们会是我们的中坚力量。
训练营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资料搜集的差不多了，随时都可以进行。嗯，好啊，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。你是不是喜欢关晓迪呀？啊，真心话，不许拒绝，必须回答。嗯，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也没有。我没有喜欢关晓迪。得了吧你，是真心话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就是。哎，我觉得吧，他说的是实话，巨亮没有喜欢关晓迪。还是他了解我。在我们巨亮的心里面，人家那不叫喜欢，人家那叫爱。真的爱是吧？得了吧你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晓迪，你没事吧？明天才是红领巾主题呢。我这几天都蒙圈了。哎，小迪，我说你穿这身校服真的太复古了。怎么能叫复古呢？这真是我小时候穿那套校服。老师好。不会吧，这你都能穿得下？当然了，我身材多好啊，衣服还大呢，你看保持得不错吧。姐，我看你那是胸部发育不良吧。我打你啊，我打你啊。哎，小迪啊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一天都联系不到你。昨天啊，我在家睡蒙圈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消息，说北京要办一个国际极限运动大会，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啊？什么时候？大概下个礼拜吧。下个礼拜？嗯，我去不了。你有事啊？大小姐，我是要上班的。啊，不是我们不陪你去，我们得上班啊。不上班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你养我们呀？我们可不像你，有个开搏击俱乐部的亲爹。拜托你们能不这么说吗？咱们的 AK 俱乐部除了你们几个就没什么会员，我们家连交水电费和房租钱都不一定够用，还什么大小姐呢？开什么玩笑？那你也比我们幸福多了，好不好？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用干，多幸福啊！嗯，不是，你们二十多岁怎么过着五十岁的生活呀？先来干一杯再说。来、嗯，不是有一首歌那么唱吗？叫什么？青春风狂、啊。我知道。那个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求你们别唱了，行不行啊？讲真的，你们青春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小迪。你没事儿吧？能不能行啊？太让人感动了吧。我说啊，你把你的青春献给你的女神，但你的女神可不领情啊。要你管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要你管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让他们羡慕嫉妒恨一下。哎，小迪，你这一天到晚除了疯就是闹的，有没有什么打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毕业都一年多了吧，你不找工作了？我觉得吧，咱们现在还正年轻，干嘛这么早去考虑这些东西啊？青春就是要把每一天都活得精彩，对吧？说得对。来，小迪，在我们这几个人里属你最幸福了。你说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本事有本事，最关键的是你还有一个那么疼你的老爸，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用管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你可是让我们羡慕死了。是啊，你们都看到我幸福的样子，但谁都不知道我跟你们有不一样的回忆吧。真的吗？那你说来听听。我三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去世了，从小我就只有爸爸。那种没有妈妈的日子，你们应该都体会不到吧。那个小迪，对不起。干什么呀？没关系，你看我连校服都穿了，还有什么不能的？来，干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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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
小迪，喝口水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，小迪？我没事啊。还没事，我看出你不高兴了，或者说，是难过。你知道我心里难过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，都应该有妈妈陪着。她给了我们生命。无论在以后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他都会默默守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所有人都有，可是只有我没有。你有的，你有我啊，小迪。我说的是妈妈，傻瓜，你傻了。所以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都努力让自己过得开心，过得自由。你知道怎么才能获得自由吗？怎么才能获得自由啊？就是你心里不要太难过，就会活得很自由。打个比方，就说你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要的太多，在乎的太多，这样就可以活得很简单了。懂了吗？小迪，以后不管你干什么，都让我陪着你，好吗？这就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活得简单，活得自由。哎，小迪，慢点。哎，小迪喝多了，我得赶紧送他回去。没事没事，他一二三特别清楚。哎，这人呐，再优秀也得碰上识货的，再付出也得遇到感恩的。请你喝酒的人太多。喝醉了，照顾你的人又太少。这话真的太对了，来，干一杯！哎呀，干一杯！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挑战明天开始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这也是这个内容。哎，我的也是。哎，他的也是。哎，这都什么年头了，怎么还有人发短信啊？这么土啊！你说咱们四个人收到同样的内容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阴谋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啊，这种人只要敢单挑，我见一个打一个。好酒量啊！来来来，来喝这杯。嗯，来，哥，来喝。结账。你谁啊？你干什么？他是我朋友，孙兰兰，跟我走。不行，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。你想欺负我朋友是吗？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我可真动手了啊！这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是不是在我朋友酒里下药？你要再多管闲事的话，我可真不客气了。小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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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点。小迪，住手！小迪，你要再动手的话，我可报警了。你最好赶紧报警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给兰兰下药了？啊！下药了，该打。兰兰，兰兰，你没事吧？兰兰，兰兰。
又不是我，你干嘛连我也一起抓啊？打架斗殴，双方都得带回去调查。我们根本就没在打架，我就是在除暴安良。他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是不是好东西，我们警察来判断。走。不，张叔，我都帮你们分担工作，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吧？对吧，张叔？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别叫叔。不叫叔叫哥啊。哎，小迪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没事，你们先玩吧，我去去就回。拜拜。哎，好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不，哎，我说。你是不是把自己当英雄了？嗯。我可以走了吗，叔叔？事情还没有解决完，上哪儿走啊？那我能喝点水或者吃点方便面什么的吗？我昨天晚上都没吃饭呢。关小迪，我都认识你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么一大姑娘都来我们这儿好几趟了啊，每次都是因为打架，头一回见到你这样的女孩。跟你说啊，我这次不单纯只是为了打架，那个人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往我朋友酒里下药，你说我能不揍他吗？我肯定要揍他了。哎，行行行，每一次啊你都有你的道理。我当然有我道理了，那个人他绝对不是第一次了，他绝对是个惯犯，你们必须得严惩他。我们啊还在了解情况，一会儿给你做笔录，啊，你等会儿吧。还冤枉我？等会儿是什么时候啊？事情都已经了解清楚了，那个小子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以前就因为给人下药被抓过，现在已经被我们刑事拘留了。那这么说，我女儿这一次不算是打架斗殴，就不用在这过夜了。关先生，你女儿这样下去可不行了。这一次啊，都是因为什么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除暴安良，但是动手打人就是不对，还是应该让警方来处理的。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他，把孩子惯坏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领人去吧。好，那好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我说，关小迪，你对你自己的行为能不能负点责？我哪儿不负责任了？你说你一个大姑娘，这半夜让他老爸来派出所接他，你这叫负责任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看着孙兰兰被人下药，对他不管不问？谁这么说了？那你说我干什么？我今天做的不对吗？不是，我再说这种人渣就不应该被打吗？你如果有人对你女儿下药，你会不管不问吗？你小声。不管不问吗？你会吗？老爸，好好想想吧。哎，闺女啊，你说这次的事情有情可原，那上一次呢？还有上上次呢？哎呀，我困了，我不想说话。你一点不觉得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吗？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一点不感觉自己不对吗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小迪，时间不多了，恐怕管不了你女儿了。也许这个时候她的出现是天意吧。
我想好了，关小迪会参加训练营的。说你是南青第一攀岩高手。南青攀岩，我艾玛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怎么，你不服？这套攀岩线路是按 YDS 难度系统建的，应该超过5.9的难度了，能完成吗？我昨天已经征服了，3.5分。不带保护呢？6分钟以上，还不错。大话谁都会说，有本事你上。什么人？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他真是太慢了。不败女神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关小迪。明天你在 AK 搏击俱乐部等我。
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妖女简直就不是人，实力强到没朋友，哼，根本就是一变态。有那么夸张吗？给你吓成这样。嗯，哎，排烟厂新搭那条路线你知道吗？那条难度5.9的，白天那个女人用1分钟完成的，而且是在无保护的情况下。一般没有绳索保护的情况下，会比有绳索可要慢1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跟人家比的是格斗，又不是攀岩。哎，关小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家和艾玛比攀岩完胜，和我从零比滑板还是完胜，和人家巨量比跑酷还是完胜，你还不懂什么意思吗？在你最强的领域打败你。是啊，是这意思。你说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咱们还有可能赢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哟，老罗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缓解了这种尴尬。哎，妹妹，嘴上逞强不算赢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光有勇气是没用的。是啊，这不败女神的称号来之不易呀。既然咱们输不起，又没有把握赢，那最好的办法是躲。哎，没错，惹不起就躲，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。不如你来我这里打打工，避一避再说。怎么着，你想雇我呀？我很贵的好吗？你雇不起。也是。哎，你不一直想骑车去西藏吗？现在不正好有机会吗？哎，要不咱这样，咱去天山看一个日出，顺便可以去乌兰浩特参加个草地马拉松，最后再看一个浪漫夕阳，我可以陪你。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？我关小迪什么时候怕过，什么时候输过啊？反正这次我是绝对不会临阵逃脱的，你们谁都别拦我。小迪，那个女魔头你根本打不赢她。我看呀，你要真是去了，这百战不败的战绩啊，就真要成为历史了。对呀，小迪，惹不起咱还躲不起，不丢人啊。我说你们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是我去比赛，又不是你们，宁可被人打死也不能被人吓死。走了。哎，小迪，刘莎，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。嗯，剩下几个了？就剩下他了。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明天你下手的时候呢，不要留情，让他吃点苦头，得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他吃点苦头的。嗯，好，还是要注意分寸。明白。哎，巨浪哥，你说这次小迪姐能赢吗？呸！你小迪姐什么时候输过？就是。哎，明天你们几个都跟我去 AK。咱们给小迪姐加油去。好，好，小迪姐必胜。小迪姐必胜。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们都被打败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关小迪呢？你要怎样？他有没有被击败？在我击败他之前，我可不希望别人击败他。想知道结果，明天去 AK 呀。嗯。就是任性啊。小迪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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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蝶，小蝶，小蝶。以色列格斗术又称马加术，是以色列发展创立的特种军用徒手格斗体系，也是美国 FBI 的必修课。让你这么说，关小迪输定了。哎，小迪啊小迪，你这回遇到的哪是人呢？简直是个妖怪。你随时都能赢，你还等什么？等你认输。休想！你这样坚持有意义吗？认输吧。认输。除非你把我打趴在这里。加油！加油！